我是尾鱼，我现在玩的是《三国志·曹操传 Online》，颍川没错吧？颍川黄巾兵讨伐战，好，开始玩。然后其实因为我有在玩 Online 版的关系，其实也有点作弊了，因为我等级超高的。队长，加慢点，快一点。我知道。哦，曹操梦，刚那个江湖是谁？见了不？许乐哎，许乐是那个、啊，就是有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。乱世之奸雄的人，见刘伯，来的何人？你养阻了老官兵吗？江湖什么呀？且慢，老丈早有事。我是官军骑兵队长，姓曹，名操，字孟德。你搞了啥呢？其实，小老儿是见您相貌异于常人，所以不禁喊住了你。好，我知道你底下就要告诉我，如来佛掌，对不对？喂，不能对我们的队长无礼。等一下，老张，你可会看香？你看那声音都是的，好快死呀！叫那么大声吗？哦，这倒有意思。不知我面相如何 ？Can you see me? I can see you. 可笑呢，自是真能臣。啊，不过将来世人会称你为真雄的。什么？慢着，江府每次讲完话，曹操都要打断他。慢着，闭嘴！你直接跟他讲，闭嘴。果たして，老丈，你是说天将大乱是吗？果たして，难道说？在下没跟这么说，笑点风。你也无需隐瞒了。不过真雄这话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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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选项有点奇怪。我选上面会变成红色，我选下面反而变蓝色。好，我现在就是之前玩过正史嘛，那我故意把这个历史改了一点，所以我就说事无言之过早。叮，なんだと？なんだと？真雄。现在就下定论，未免言之过早。你胡说八道！原来如此，胡说八道。其实小老啊，不过是胡言乱语，还请大人莫怪。那么就此告辞，在你去开的山。我刚变老外，哦，可以打了。好了，直接打了，打爆他们，打爆黄金。再会了，老丈。Sayonara。出发，土豆弟弟！惊叹号出现，叮！赶往激战中的颍川。是。这个没有配过音的，帮我配一下。是。OK。然后要领便当了。那年轻人的相貌正是乱世奸雄，这是这男子。他只能一直这样讲，因为他在三国历史，他就是这一段而已啊。还有。不知他的将来如何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他跟谁说话？去领便当吗你？还要多一句，我还不想领便当。拜拜。好，可以去领便当了。办这件事。黄金兵，解装吧。贼的声音就要这样。解装吧。奇怪，你是被砍还是被怎样？砍人怎么叫这样？你看被砍人砍人都一样的叫声。可恶，黄金兵的人越来越多，再过一会儿骑兵队会来增援的，我拦不住，要顶住啊！可是依我看，还是保住自家性命要紧。现在冠军谁不这么想？而且这个地方是战况最激烈的地方，援军真的会来吗？话虽如此，我听说这次的援军是曹操哦，听说他是个很屌的角色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完全翻，就信他这次吧。如今他只有等他来了，快点来吧。娘炮，张宝，地宫将军，也是贼，可是他比较大一点的贼，所以声音比较屌一点。没有比较屌。这番可真顽强啊。好。哦，张良，人工将军，好，他弟弟，声音再更娘一点。哼，迟早是要打败他们的。可恶的官军竟敢攻打这里，一定要让他们莫悔莫及。莫悔莫及什么？
啊，不好意思，曹操没了，刘备来。刘备玄德，看起来好像是蓝军，是要声音很 peaceful， 看起来好像赶上了。不过官兵这么废，哎，也陷入苦战。我简短他的话，关羽云长，咱们应该趁势里外夹攻。不过我军兵力还是少了点。二哥，你就这么讲担心，我一个人就能应付他们了。我们可不能丢下官军不管吧？从背后凑过去指导路演吧，冲吧！是这个。关羽、张飞就在这点火吧？还不爽哦？还叫他们关羽、张飞？这时候应该是二弟、三弟吧？说不定对方也会因此动摇。扫吧，那我去放火，孔明你的家。你放我烧孔明家。Let's go， 这里一点上。呀，我关羽放比较多。啊，这三滴火是怎样？火不够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这火太弱了，根本燃烧不到陆岩啊。哎哎，你还没领便当？对不起，我看不到用什么笑声。这样呢？谁呀？火凤凰，火凤燎原。哇，原来这不是火凤燎原。小心火啦！敌人从我们冲过来啦！什么？你说有人偷袭？是关羽的援军吗？派人对付后面的敌人。啊，糟了，居然都不听使唤！问号问号问号急攻！呜呼！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眼前的事实才是最重要的。哈，哎、欸，你看到你三弟了。如今，如今的敌人一片混乱，正是取胜的好机会。你知道我在笑什么？注意听，目标是锁定敌军主将张宝、张良。哇，张良！汉朝初期三大将张良、张子房也在这，都真成为贼了，贼了。哦，你终于来，曹操。听说这里官军陷入苦战。这场火势是队长，好像是那边人放的火啊，不过不像是干军。干军，好像是义勇军。哎，你们先去陆岩，我去义勇军那边看看，去泡个茶。是。哎，好像张飞的声音，对不起，我是官军的骑兵队长，姓超名超字孟德，收曹操就好了。奉曹操，每次要跟他介绍，我叫姓超名超字孟德。奉朝廷之命讨伐黄巾军，请问阁下高姓大名？哦，我是刘备玄德。我的名字要一个字一个字念。虽然只是农民出身，我为了救百姓，曾率领义军起义讨贼。还好我的两兄弟来增援官军，哦，是希望了。我这还有一切，还请晋超、明超、字孟德大人差遣。多亏了刘备先生，黄巾已经陷入混乱了，我也没下，不需要下什么指示了。只要击毙陆延两个人即可，我们还是自寻奋战吧。那么后会有期，杀手娜娜。张宝地宫将军，张良人宫将军啊，这里就他这里又写对了。哦，挑战是那个任务是曹操跟张良对话，曹操跟张宝对话啊，张宝声音。好了，就是去抬杠嘛，曹操先去抬杠。我的天命は折れない。我的天命が折れない。啊，反正我砍不到他们，没关系，我只要跟他们聊天。因为我等级有点高的原因，我可能可以一起必杀他。我操，赶紧！哎呀，一击必杀！啊，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，反正一击必杀就对了。私の出番でしょうか。哦，原来声音这么好听啊，对不起。出番でしょうか。我要去唱这个来呢。好，怎么可能？好，殲滅いたします。哦，你的声音蛮好听。殲滅いたします。切！一个哈切，咳嗽，打喷嚏吗？哈切！哎呦，官兵火起来！哇，刘备！哇，刘备，果然是双刀，而且是说什么百姓的愤怒，百姓一定心想：过皮赛！果然是大将，第一个醒来的。我要跟他说话，对不对？好，先跟他说话。先不要什么都不要做，因为我不小心会杀了他。你就是张良吧？虽然身为贼军，毕竟也是义军之将，乖乖投降吧。他又写错了。
小废话，看我先整了你。还有，我不叫苍凉，苍凉是谁？我没那么屌，我叫张良。OK， 好不 OK？ 贼军就你看，曹操完全回他问，好不 OK？ 贼军就是贼军，孺子不是食物，不配一军之将。这是什么鬼？什么东西弄出来？前面这一段是吧？前面这一段是吧？我啊，完错了，我砍他就按到休眠。攻撃は慎重に。我砍他一下哦。我不能按错。啊，这样也可以升等。将武升为了五等。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啊！刘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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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跟他说话。你这么快砍他要干嘛？刘备，刘你大头啊！好了，难道我真的要死在这里吗？我还没跟曹操聊到天，我就要死了！哇！哎，张良，张良可以死啊，没关系，反正不过人。哎，我都不用做事啦！都说完了，好啊，捅他啦，这么简单啊！哎呀哎呀，别捅！殲滅いたします。殲滅いたします。哎，死了，不好意思啦。可汗竟然把他带走，天哇！哦，下面就是刘备先生只有一勇军之名，太可惜了，不如和我一起共事吧。哦，拉拢人的时候到了，来跟我一起干吧。哎，我按不到。如今尚有许多的战火未起，虽然曾有好意向想拉我，我还是必须先去讨贼，是吗？那我也不勉强了，我还有别的事，后会有期。Sayonara！哦，你们走那么快，你在聊，为什么刚才不要走那么快？我刚才聊就可以直接到张马那边聊天了，结果你现在走那么慢。此人和以往见的军官不同，叫做曹操吗？姓操，名操之类的。乱世之局尚未平定，或许还会再见面。好，我们一边收拾黄金。收拾黄金，收拾黄金，收拾黄金。刘备什么时候变成这种人了？收拾黄金，收黄金，快走吧！一边前往公孙瓒的地方，在之后再考虑将来吧。啊，什么都行啊，能吃一把吧就行了、啊。在火凤里面哈，那个张飞他是故意这样的角色，让人家觉得他很鲁莽。可是我记得史实上，张飞是一个很会写书法，还很会写字，还会画画的，这是史实哦。所以火凤里面演他很丑。还那个很酷的那个脸，刘玄德，下次见面时不知是敌是友，一切只有上苍知道了。好了，师弟，没有没有这么激动。哇，胜利！我只有两个，张跑被刘备干掉了，我来不及跟他聊天。可恨，可恶！